宁波市发布疫情防控12条措施，从2月4号起，所有的村、小区实行封闭式管理，所有市民出入公共场所必须佩戴口罩。戴上口罩，空气变得很稀薄。 这城市再空，也无法阻挡希望。希望真是个坚韧的家伙，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闪烁着微弱的光。再次疫情，迎难而来。这世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。 有的只是挺身而出的平凡人，他们用一张张口罩作为与病毒抗衡的盾牌，穿行在人群之间。口罩能隔离病毒，但不隔离爱。我的小伙伴们共同发起了以物资支援武汉的活动。 我去上班了，你在车里乖乖待着。也许你以为自己很平凡，就算是车上只有一个乘客，我们都是要看的。也许你认为自己能做的不多。 但其实，每个为周遭带来温暖的你，都是天使。世界因为你在痛里有感动。所有的同志都奋战在一线。让我们与时间赛跑，让我们鼎力守护。没有人能确保每个明天都能更好。 但这丝毫不妨碍我们在今天的勇气与努力。加油！还坚守在一线的你，战役还在继续，我们从未认输。虽然你看不到，但是口罩后面是微笑。你好，请先撤一下体温。